好啦，啱啱跑车 Porsche 嘅发布会，咁啊一阵间会 launch 一架咧911 Turbo Exclusive Series， 睇下点先。Turbo 嚟噶，如果964就咁唔係 flat nose， Turbo S 已經好少。係咯，你講緊架黃色嗰架。黃色嗰架，係。太光啦，你睇又太暗。再一鏡 flat nose， 哎 ，hello Kevin。而家你睇到咧架車咧有少少大金色嘅，我喺現場度睇偏啡少少。好啦，嚟到後面睇咧個尾翼啊，車尾個進風口、入風口咧都係用碳纖嘅 ，Exclusive Series 嘅字樣啦。可以看得到咧，用啲好多金色嘅襯邊，因為起碼個線條咧就是、黑同金，原來都幾撞出嚟嘅。20寸，用緊一個陶瓷比例啊，用陶瓷，這是常識化。好啦，到性能方面啦。一樣是用911 Turbo S 的6氣缸水平對向引擎，馬力呢多27匹，達到607匹，扭力是750Nm， 平至100呢只是2.9秒，極速是330。暫時就全球生產就500部啦，香港咧係原來有5部，不過就係5部都賣曬啊嘛，呢一部咧都係借出嚟嘅，唔俾人掂，眼看手密。最後到價錢啦，就係499,900，冇諗住買啦，賣曬噶啦，炒啦！